我们接下来开箱的东西呢，就是牛蛋武装重奏系列的扭蛋，然后呢，因为扭蛋机面呢刚好剩下这几颗，所以我就把它全部转回来了。刚好呢，大雄有在看一下里面的配置，看起来呢应该都没有重复，所以呢就把它全部转回来了。而且店家还有特价，原本是一颗150，它是一颗120元。来，我们的工具也准备好了，我们来开第一颗吧，绿色的。好多零件。那这一系列的特色真的是零件爆多欸，组装系列的好多东西哦。哇，这一颗看它的配色呢，就大概知道应该是独角兽啦。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弹子吧，它有飞机零件组，然后这只有点像萨克的，然后独角兽以及攻击钢弹姆。这个是阿轩跟我讲的攻击钢弹姆。我们来开始组装吧。锵锵，煮好了。这一只呢就是纯白的独角兽，还没有开启的形态啦。这一系列呢真的都很用心哦，都是超可动，虽然说关节可能有一点不是那么可动，而且比较容易脱落，可是呢摆一个好姿势凹一凹啊，其实当摆设都还不错，而且它姿势其实还蛮 OK 的，腰也都是可以扭的。这个设计真的不错，而且旁边只要有洞的地方全部都是可以插装备，就跟我上一次介绍的一样。那我们接下来开下一只吧，黄色的，它会是谁呢？ Open。 哇，又是超爆多零件。这个它有钢弹的角胶，所以应该是这一只攻击钢弹。哇，又是超多零件。好，速成大法，锵锵。第二只攻击钢弹也煮好了，造型真的还不错，外形很好看，上色也算认真吧。这个不过后面这里好像就是纯白的，就有点可惜了。可动呢都还不错啦，所以呢就没有特别再摆出来了。不过呢光是煮这两只我就花了大概半个多小时在煮，因为太久，所以我只能够用跳转的方式直接拍给大家看，因为这样子组合下去的话真的会搞太久。第三颗我们也来选一个零件比较多的组合的好了，这个看起来也好像也都组合，那这个看起来好像比较偏武器，应该是零件那一组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。来吧，这一颗打开来看一下它是哪一颗。哦，这一颗是飞机，最后是武器的话等于是说这一只萨克这一只没有转到。哦，是没差，反正我本来就喜欢钢弹所以还好，那萨克没有就算了吧，就是剩下这几颗，这四颗啊我就全部都转回来，所以刚好就是没有那只萨克就完美 perfect。 那我们来继续开组吧，我这一只就组了大概半个多小时。这个好难组哦，因为它没有，它说明书呢背后就只有钢弹本人的组装说明，没有飞机的说明，我飞机完全就只能够看着一堆零件，然后照着它这个图来组合，摸了超级久，我的天啊，太难组了，太难组了 ，Oh my god！ 然后我们还有另外一颗，对不对？这一颗也顺便把它弄好了。这一颗呢，它其实里面就是武器系列跟那个其他角色的配件，还有这个萨克的配件，然后光剑，然后还有斧头，以及两把小刀，然后还有两把大炮。这个呢，都是可以跟他们一起共同使用的。尤其是这两把小刀呢，这两把小刀就是攻击钢弹的小刀啦，两把都是他的，只要凹一凹啊，然后再配合脚架啊，就可以摆出很帅的姿势了。他每一只呢都有附这种小小的脚架，就是把姿势摆好，武器拿好了以后呢，就可以这样插着摆出一些比较炫炮的姿势。然后大炮呢有独角兽用的，我不知道哪一把才是独角兽的啦。它这一系列好处就是全部大家都可以拿，所以只要拿好了以后把它插回去，这样就完成啦，拿着大炮的样子了。这个飞机呢它有一些小小的可动的地方，这个枪管的地方是可以动的，然后翅膀超容易掉。哦对，它还可以这样子哦，我刚有摸索了一下，它可以把这边拔开以后把它装在后面啦，这就可以呈现动画里面的那个攻击钢弹的飞行模式，超帅的耶。这个你们知道吗？它不只是可以给攻击钢弹玩，后面这种有东西的都可以装。今天阿勋也有装在萨克身上给我看，因为他也有买这一系列。他每一只只要有这种孔洞的，全部都是可以这样装上去的，整个就是超有气魄的，超帅的，霸气都不行。真的是这一系列要把一些配件给转齐啊，真的很重要，因为我觉得这真的太好玩了，千万不要被这一组扭蛋给
改变了你的价值观哦。这个其实它的日币换算起来超贵，因为它一颗台币大概要一两百块嘛。其实如果说你会玩组装模型什么的，其实再加个一百块就有一只 BB 战士，而且 BB 战士还比这个大很多，而且还可动度更高。只是说麻烦的地方是要自己组，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是非常贵。那如果说真的很懒得组 BB 战士，然后只想要摆个小小的扭蛋放着的话，这一组是蛮推的，自己要斟酌一下咯。这一块原本是沙克用的，但上面有孔洞的话就可以这样把它给卡上去，每一只都可以这样子玩，还蛮炫的。如果自己真的觉得不知道到底要不要买，没关系，看大雄的开箱就好。大雄后面这一系列可能会多收几个系列，因为被阿轩整个读到以后有买了一些些系列回来，只是说东西还没有到货，所以没有开。那如果有的话，大雄都会尽量就是快点开给大家，然后之后再来多拍一些一起游玩啊或者是组装的部分给大家看。那今天的这一系列呢就装到这边。如果喜欢大雄的影片啊，请记得帮我订阅、按赞以及分享出去。那帮大雄多订阅一下，让大雄更有动力可以拍影片啊，更能够多拍一些开箱给大家看，大家就一起多多帮忙咯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